关怀因为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的声。一两日月在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哈利市长圆吾法师及所有理建士代表，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理建士代表，哈当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新店教室圆吾法师，哈新庄教室圆吾法师，哈综合教室圆吾讲师，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学士同修大众代表和会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日今时，10月26号，我们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两岸和平。99天的法会已经进入75坛，同时也是云梦山王禅老祖殿已经进入23坛了。齐安祈福法会，而我们维新圣教谨遵法旨，啊，恭请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构福堂上祖先诸祖灵，都已经全部来到檀基山先佛寺。千佛禅堂端坐莲台听经闻法，还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幻贝法师升回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阿兹功德来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和会众等，阿皆得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阿随佛往生南天净土，然后转生西方极乐净土回去，各自成佛，成就阿弥陀佛。啊，在开天九大菩萨，啊，在71年的7月23日。
啊，我有幸参与开天的法仪。啊，当时开天九大菩萨、台湾祖师、黄禅老祖、济公、普佛、神龙大帝、大医王、神龙大帝，啊，还有药师佛。那今天我们要来参解开天九大菩萨药师佛的心法。人生来到世间上，不是独立生存，而是要群体生存，更要融合大自然的法则来生存，不是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所以当然就要有因果业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业报。所以在7月23日啊，晚上亥时啊，在南天门啊，玉帝九龙座前，九大菩萨商朝黄禅老祖所提出的天下太平，所以九大菩萨都很慈悲的开示了啊上圣的心法。神龙大帝他提出的心法啊，就是天衣神龙啊，养活众生啊的法宝，医药、农业，都是众生来到世间啊所应接受的生存之道，所以鼓励从蓝天而降的龙天护法啊，要惜福、知福、惜福啊，才有福报。本段节目由道理非常的浅显，但是道理要做到不简单，所以神龙炎帝他就很慈悲的开示，要养贤蓄才，供养贤者啊，我们来到世间上要以医药、以农业、五谷来供养十方大众所有的人，目的是要养贤蓄才，培养贤者，储蓄人才，是养贤蓄才。我悟了
谈机密。我从民国七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开始行道，禀报天地。啊，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啊，人世间的学习果位是闲事，是养闲的闲事。啊，我们现在的所有同修。啊，老祖给我们的法名是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贤士，是世间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普度群生啊给予的修行境界果位啊，八德贤士，忠心贤士，孝心贤士，仁心贤士，爱心贤士，和心贤士，平心贤士。啊，这个是王禅老祖啊，他七十二年开始行道弘法立身啊，给所有有缘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善信大德的同修，给各位的名贤士，以辉映神龙大帝他的养贤蓄才。我终于悟了，九大菩萨来世间上再走一趟，来护佑天下苍生，都有他的心法存在。所以药师佛他在接下去发表他的心法，就是讲因果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这来补充神农大帝他的养贤蓄才，他的天衣神医，他的精神和法义。那么东方药师佛他有两位菩萨护法，一个是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日月菩萨，即是东方药师佛他的两位护法啊。那事实东方药师佛开示了两位护法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啊，从大地的东方，啊，一线光云，我以为地球颠倒转，结果不是颠倒转，而是日光菩萨的慈悲啊，示现了禅机密；月光菩萨啊，也在西方向东方来照耀的光明。中间一尊大大巍巍壮大的药师佛啊，然后开示有十大药师佛的禅机，所以药师佛很慈悲的，啊，众生因为不知福、不知恩、不报恩、不感恩，啊，不知惜福，就把身体弄坏了，造成各种的恶缘恶报。啊，到处在求医求药，哎，药师佛就给神农大帝一个回应，药无药，病无病，因缘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一切祸福了然分明。我终于理解了，人来世间上的病，身体是假病，真病，思想的病，心的病，那才严重，所以要大家啊，朝着因缘果报来弘法利生，则天下太平。因为王禅老祖在玉帝座前发下了大愿，天下太平。药师佛的一句话震动了九大菩萨的心，和教化从蓝天而降的龙天护法，要来到世间，啊，弘扬药师佛的精神，因缘果报，啊，所以药师佛的心法非常浅显而自在。开天九大菩萨在南天门座前
从蓝天而降的龙天护法，在蓝天门前宇宙虚空啊，布满法界众生，冥阳两界的众生，啊，静静的听闻药师佛的加持灌顶真言。所以王禅老祖啊，就将叫我把这个真言好好的记住，啊，用在今后弘法利生，这个才是真正的天衣济世，救人救世啊，药无药，病无病，最主要是病，病是思想的病，念头的病，违背良心的病，三毒的病，不知足、贪、嗔、痴，这个三毒的病是最难医啊，身体的病好医，三毒的病，内心里所累积的恶劣行为，这个病才最难医。所以要啊，请求药师佛啊来救度众生，为众生排忧解难啊。事实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就要是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心不安是病源。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处可顺心，你不知因果，做事绝对不会顺心，病就来了。啊，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啊，你做事做不好，病就来。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病就最怕心不安宁，心不安宁，百病都出来。啊，药就无药可医啊。啊，这个禅机密，王禅老祖开示给我们，我终于悟了药师佛的法，以中华文化啊，王禅老祖的心法完全是等号，我很感恩啊，九大菩萨也欢欢喜喜的赞叹药师佛与王禅老祖的上圣仙华，所以王禅也是大医王啊！祝福各位。
心闲事及各位双善诸事。黄鼠老鼠是大医王，在水帘洞里洗水滑毛，正金刚不坏之身啊，就是大家学易经的上圣先华。而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知道因果，该为不为，不该为而为，这都是病因的总根源呐。啊，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你学易经了，了解因果律的报偿。啊，那么就不会公司与客户相互的伤害，而造成了内在心理的不满、恨、怨，种种的恶劣行为，病就来了。啊，这个病是很难医，药也医也医不好。啊，这只有最后的条件，就是大家来学易经，知因与知果。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灵性的升华，追求神通，方法错了，到最后走火入魔，做吃药没有效的，而医师也是很难救助的。所以修行所患的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易经大学的同修啊，你要吃某一种药好不好啊，去学习哪个中文吉凶如何，可以用意啊，可以卜卦，卦中若是官鬼摇动了，那绝对因为是是非非惹来内心的病划不来。啊，要吃药要养生，你要用意占卦吉凶如何了然分明，既神动了，那绝对不能吃。好，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以这一位修行者有没有缘用意了了分明啊，就可以知道有缘没有缘，既神动来客就是无缘，或者以后的各种的病都会出来。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这个更加的进入内心的世界智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家里人若是不一条心，那就是家庭的病很严重，
你要找什么药找不到，只有求佛法。你要求佛法也要用意耶，你不会用意，这个佛法能不能治家庭的病啊？若是卦中啊，忌神动了啊，表示家庭不和谐啊，你就要去找到不和谐的原因啊，不是药可以吃的。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行道40年来，很多家庭的病都了然分明啊，所以要有正确的宗教观啊，不要走错路，走错路发生了家庭全体的病，那就很难收拾啊。所以我才鼓励大家来学易经。第八，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国家社会的病到底在哪里呢？民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冤冤相报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这是民族人类的病。所以我们这一次法会招请3762次大小战争愿灵进入坛城受纳供养听经闻法，也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进入坛城。为什么那么多姓氏？那就过去的历劫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啊，改名换姓为求生存啊。其实姓氏改了，在灵魂界还是心里还是不满，心里脑海里虽然在灵魂界也是在患得患失不满，要在娑婆世界找机会啊，依附人的身体啊，再来展开报复战争这个病啊，这是很可怜的。所以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回应药师佛的因果律啊，好高兴哦，感恩王禅老祖，感恩药师佛，感恩神农大帝诸佛菩萨提出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道啊，这八条
大家学易经的真言，而是人类病源怎么样来排除。所以王禅老祖72年的1月15日开始行道，啊，观世音菩萨是给我一个法名易药社，用易经的真言来打开明阳两界的心和念，转为为安，是为易见易药。禅机山维新圣教一心道场在那么从开天九大菩萨都在玉皇大帝座前啊，发表上圣心华，东方药师佛也开示了众生人有十恨时，啊，十恨时第一个条件就是不孝。对父母不孝的必有恨时，那怎么来医？就唯从孝道来开始。孝道两种孝道，世间供养父母的生活起居是小孝，大孝你要修行佛法，啊，带领你身边九贤七祖列祖列宗诸祖灵一起啊进入修行道场。所以我们要念佛来回向，啊，早上僧坛我为各位开示了明阳两界的众生都有佛的本质，阿弥陀佛。所以我要了解，要时时念赞佛句，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也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这是大孝啊！我们合掌起来就将列祖列宗啊，合在掌中啊，你就轻轻的念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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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啊，有时间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
山河大地都可以修这个圣法，这是在赞叹众生，赞叹列祖列宗都是阿弥陀佛来化身来世间光降世间来修行，在找自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我们各位同修今天接到这个圣法，你在家里在任何地方啊，都可以这么念南无阿弥陀佛。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前就念念赞佛偈啊，这个即是最大的孝道啊。所以药师佛啊开示，药无药可医，病无病可医，要去找根源，你要找到阿弥陀佛的灵性自性庄严，那你现在身体的病就会渐渐的化于无形，渐渐的顺心了啦啊。所以药师佛提出的十乘十啊，那在外车祸而死，现在车祸而死的人很多啊，不是我撞你就是你撞我或者你撞他，三个撞在一起啊，这个即是啊人的因果业力。那么各位为避免这个是十乘十的发生，你们开车子啊，进到车子里面手把抓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百千声，然后车子再开着出去啊，一定会得到龙天护法的保佑加持灌顶啊。这个是上圣的心药啊。有人登山啊摔死了，这个也是十乘十。为什么登山会摔死啊？避免摔死，你登山啊，山脚下开始要念佛，赞佛去念三遍，然后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此佛圣号供养当地山神的后土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能够同登净土彼岸。我等今天来这里登山啊，祈愿一切平安啊。所以登山会落到坑谷，他必定有累劫的冤亲债主在山上等他啊，被河水流走了，
也是有因果，我们要自己从因去救度。你要受谁，除了尝试可行不可行以外，即使可行，你也要念佛来供养超度啊，当地的山神水神啊，也接宴请债主啊，就可以消灾化解啊。在山上要登山，还是要一多念佛来超度，来回向供养，解冤释结，就能消灾化解。地震、山崩、地裂啊，都会来伤及人的生命。那这怎么办？平时我们要多念佛拜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多念佛啊，你的身边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就会做你的护法神将啊，就不会有什么病出来了啊。至于人往生了60岁以内是夭折夭亡，60岁以后才是寿终正寝啊，这个是天理。希望各位同学们将今天所讲的尊严牢牢记住，不要患上因果业报，好事多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积得上圣的心要神要啊，要师佛要王的真理啊，人生才能福寿延年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牢牢记住啊，今天我们所有的法师们，你们开课一定要每一天提出一个因果律的问题，和易经大道来相辉映，来印心觉明啊，就能够普度群灵，大家共享啊快乐的人生，是为本愿啊。我们现在来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祝福各位哈啊，我们今天共修就到这里啊，接着由法师啊深喊诵经啊念佛。
下来超度供养莲座上诸祖灵，同增净土彼岸。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将在国立